本来想讲要甲你打三工一个啦。安娜，有送吗？啊，你敢真正无要留甲一点仔情分啊？你若是继续替我高高低，后一边我免甲你动手，你嘛唔能去用这样子嘴皮这样尔简单啦。这是三万块，你摕去买股饲料，卖钱就小狗同我死给你后背来。也夫妻必世运，对不对？安尼拄着面，安尼无讲到半句好话。你给我点名，这个人是哪个？我唔知你会记你当初时，我有心要求你跟我结婚的时阵，你安怎回答？你讲老小姐，你想要做老母，那是恁家的代志。我原则上也未做好要做老母的心理准备。你若未，你就甲囡仔提掉。啊，若无，你就凊彩找一个人嫁。安那？是未到这句话，我记到这尼啊清楚哈？敢有？我真正有安尼讲，那我真正有安尼讲哦，我真正真该死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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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嘿嘿，安怎？看我家己的心情，你对我奈唔甘吼？我刚才想讲要甲你打三工一个啦。安那，有送吗？啊，你敢真正无要留甲一点仔情分啊？留情分？你真较歹咧啦，反正这是我最后一摆出来见你。你若是继续对我高高低，后一遍我免甲你动手，你嘛唔能去用这样子嘴皮这样尔简单啦。老尤英，你真正要甲我输赢？无唔对，陈情你这种早就已经心理失败、气喘无力的流浪狗，你也要甲我斗气？有一挂人。爱使买两个啦，也毋过煞无钱通我买，就是亲像你这种，真甲是真亲像人，结果呢，落地也是卖两千块。无毋对，所以我来找你。你平常来找我，我嘛无可能会插你啊。你毋插我，安尼好，我直接来问志勇。快点，敢讲你真是真遐难弄，你要看话无算话啊？无唔对，迄当阵我甲恁提一条五千万的，我有带，从此以后无要阁甲恁当，志良我袂得。事当时我是想讲，我有迄五千万，我袁世荣还阁有机会伫咧事业上东山再起，想袂到我去招阿小孩，迄是失计。听闻我前两无你叫我袂安尼，所以你就想讲要阁来威胁我？你放心，君子一言九鼎，我讲过的话，我绝对算话。坦白讲，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。在我要死之前，我希望会当见到我的后生志良最后一面。相信我这款小小的要求，你应该会拒绝才对了哈。你阁有面讲你家己是君子吗？你我目睭内，你敢那是一个废物、笨手、垃圾人。志良若知影有亲像你种唔正老爸，我看伊甘愿一头拢互死啦。啊，你若要死就做你去，上好一死拢分拢好。志良今嘛是成年人，伊有权利知影家己的身世，嘛有权利决定家己要安怎做。我比较较相信，伊若知影我是伊的老爸了后，伊袂参你同款心肝遐凶。叫我去死！你到底是要安怎？你应该知影我要从啥。这是三万块，你摕去买股饲料，卖钱就小狗同我死给你后背来。跳起，紧走！多谢，多谢你的糟蹋，嘛多谢你的侮辱，安尼我就会当心肝了断来无顾一切情面。当日吴先生讲，今仔的事来我要提三千万，影若无，过今仔日我唔知会做出什么失去理智的代志。你敢？我敢，只要你敢钱骂我，我什么都敢。刘玉英，
你莫逼我，你上好莫逼我做出失去理智的代志，知？我毋是敢若对你讲甜言蜜语，过煞你著知影讲我最近有偌无闲，所以才毋才无去机场接你，一直到今仔日才有法度过来看你。你意思是讲，你最近拢有可能无闲来陪我啊？是？安娜，我知影你毋是一个毋捌代志的人，未来翁婿为着事业咧打拼，你嘛一定体谅。若是真正为着事业打拼，我当然嘛袂讲啥。你莫袂记得哦。你伫 email 内底答应过我，假使我若读册读煞转来台湾，你就会带我去见领导的人，然后参详咱结婚的代志。我即摆已经转来啊，哪日你拍算啥物时阵要带我去见你的爸母啊？随时拢会用的啦。也毋过最近阮厝内面的气氛毋是真平静，所以也毋是带你转去厝的好时机啊。领导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就阮妈妈甲阮二妈，正在为着争宠在起冤家，啊，阮爸爸甲阮阿妈心情嘛真歹。谁叫恁爸爸遐尼啊风流要娶细妹？志玲，你莫讲我无甲你警告过啊！假使以后咱两个结婚，我是不准你学恁爸爸迄种风流的个性。阿妈，你找我？对啊，志玲啊。你骗阿嬤哦，我骗你。嗯，阿嬤，我哪有可能敢骗你啊？啊，你讲，你迄个女朋友伫加拿大读册读完要倒来见阿嬤，啊，然后呢，要讲你的婚事，我想哦，你无抓到。嗯，原来你是讲这哦。嗯，阿嬤，伊啊后个月才会用倒来。哦，啊，那呢，后个月我就会看到人啊。一定。安尼好，安尼好，无代志啦。我今日来哦，就是干那问问安尼尔尔啦。阿妈，我听讲你已经算出来啊，讲志忠今年会结婚生囡仔。对啊，而且我嘛算出来，本来志忠今年是流年不利啦，也唔讲哦，伊若会当踮咧今年结婚生囝，哎，人讲哦，一气破三衰啦，啊，啊若安尼哦，伊就逢凶化吉。而且运势愈来愈旺，伊若出门了哦，吼，迄运势足足会当旺十二年啦。阿我咧，阿爸吼，有一挂话想要坦白甲你讲，啊，毋过你若听了，袂用无欢喜哦。阿妈哦，无歹意啦。袂啦，请讲。咱这人吼，出世在路途时。拢注定好好的啦，有的人是注定出世就做皇帝，也有的人是做乞丐。阿妈，你应该不是在讲我是注定做乞丐？当然不是咯，也唔过你嘛不是皇帝命。安怎讲？阿妈嘛无想要讲较甚复杂，简单讲，你虽然不是皇帝命，也唔过皇后拜相。你皇帝身边文臣武将绝对有你一份啦！会用伫皇帝身躯边做文臣武将，安尼嘛袂歹。你用安尼想着好，用安尼想着好。安尼咱厝像是天生的皇帝命。啊，就恁小弟志忠啊。